你可以控制的吗？你可以控制你今天玩FIFA。 OK， 我今天玩3个小时玩够了。 OK， 我下线了，我先做功课，我做了。 OK， 等一下吃完餐，吃完晚餐，等一下做完了，我就可以下线了。我上线然后玩到10点，我就可以下线睡觉了。除非你是那种。